今天用跑的，用跑的，哎呀！你看师傅不在的去睡着了，啊？现在用跑回来，站在这里呢，下面哈。小锅地呀、啊，小锅了。啊，我要不要先上去，等一下再下来啊？大家都不在吗？啊？在吗？怎么现在看到跑那么人那么多？啊，从竹岭下来的啊。我本来想下去我那个客厅那边坐一坐啊，等一等啊，结果被你们吸引力啊，吸到这里来了，无法控制。从欧洲也被你们吸到这里呢，何况在隔壁呢？啊！那个，你们联络人员在不在啊？赶快跑来这里，坐这边比较凉。偶尔了，偶尔坐了，赶快。啊，外国人呢、啊？因为他们不懂，所以不能请他们了、啊。过来快啊！下下下下，一二三，不坐啊，不坐啊，不坐啊，不要啊！过来过来，小心小心，进来进来，小心蚂蚁在那里。哎呀，他们脚上没小弟哈、啊，就坐前面比较好啊，坐那边也可以，坐过来，远远点啊 ，OK 了，嗯，就这样而已吗？没几条。好，那些工作人员呐、啊，来这边工作那些人呐、啊，可以跑上台，男女都一样，赶快一二三，用跑的，不用写死，快点。那些在这边工作的，真的认真工作的，不是来那边摸草摸花那些，然后烦人啊，亮来亮去看花的，看那种比较会跑来跑去那种花，过来过来过来，前面，没关系，没关系，小的就前面，大的就好，快点啊。快点，我们要开始奖金开始。OK。我在这边在手上有一本书，是叫《列子》和《杨子》了，还有《孔子》《老子》，一大堆的子在里面呢。不过他们讲的东西，我们这边也都讲过了。不过因为你们呢怕你们不相信嘛，所以又把别人卖出来了。我们听别人讲话就比较相信哈，听那个活生生的师傅讲比较不怎么样。OK OK， 有意思嘛。就杨初，杨初跟杨慈一样哈，一样的人哈，那么奇怪呢？他跟老慈、老死、老慈、老死，老了会死，老慈，他跟老慈是不是同时生的啊？啊？杨慈和老慈同样生。庄子不是杨柱。杨慈应该是他，是老子的徒弟啊。跟庄子同一。啊，不是跟老子在一起，他们搞错了，奇怪呢。杨慈他本来自己很出名嘛，啊，是一位老师，怎么跟老子混在一起呢 ？OK，
管他了，管他什么词了，反正都死了，不能变白什么。我们随便念出来就好了。杨子了，我是杨初了。他到苗栗去了，到南方去就对了。意思说他从台北啊，搭那个便车了，我是搭 bus 跟同修一起来苗栗的。到那个一个地方叫拜地的，拜不晓得怎么拜的拜了，那个老丹啊，老丹也是算老子哈，对，奇怪他怎么加一个丹也没干什么，死也不好了还丹啊 ？OK， 老丹那个丹跟丹不一样哈，那个老丹他也刚好跑到秦国那边去，在那个梁国的时候，大概在那个新竹的时候了啊，大家互相碰面，他们两个彼此在那边看到，那老子啊，碰到那个杨子的时候，就在那边抬头到那个天空那边去。那边去这个样子，跟鳌这个样子，想干什么？再看一下啊，然后他就叹了一口气，啊，这这这这这这，奇怪哈，老子怎么做这个样子干什么？大概有幽浮跑过去，顺便看，然后他没有看杨子啊，他这样子，走走走。我嘛以前呢认为可以叫你呀、啊，结果呢今天呢觉得你是无法了，无法救他了，没办法，没办法的这意思了啊。然后杨子没讲什么。我认为他讲很多就没讲什么，真的没讲什么。书有写说他没讲什么，然后就，不过他跟着老子后面一起去的，到一个旅馆的时候，杨子就去洗澡、刷牙、洗脸、练舞曲、打坐两个半小时后，才去。哎，还有梳头发，还有把那个鞋子放在门外，装袜子而已，然后跪下来，然后用跪这样子爬到那个老子旁边去，他就很恭敬的说，刚才师父头抬朝天了，是不是？然后往天空去，然后叹一口气，然后跟我说：“以前您认为可以叫我，那现在您认为我没有办法，那是什么意思？”啊，请问，说。请师父指教了，他讲得很漂亮，不是像我哦这个样子的。刚才因为师父一直默默的、慢慢的、静静的走，所以我弟子不敢问啊。现在啊，请师父指示，让我了解我错在哪里，我的缺点在哪里。老子就说：“看你好自满啊，夸张啊，谁要靠近你？如果一样东西非常白的时候，它看起来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怎么样？有一点，瞎沙，
脏脏的意思。瑕疵。啊，有瑕疵，有牙齿啊。瑕疵。瑕疵。对。OK， 一点点这样，好像点点点点这样。你看，所以我那个白也有，好像有东西在上面了，有没有看到？这边是黄，那边是金啊，就绿绿的，因为太白了不行。我大概也懂老子的道理，还没看过懂了啊？多谢，你是唯一的派。好了，我不是暗示了，嗯，太迟了了。他说如果一个如果太白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瑕疵瑕疵瑕疵如果得很圆满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缺少，他意思说什么你们知道了哈，嗯，然后杨子非常害羞，脸都变色了，我就拜下去了，说弟子遵命，遵命这样。嗯，我不晓得他们两个了解，我不了解，他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啊？就是他很尊敬，他很尊敬他，这个我知道啊，看得很清楚啊。那为什么尊敬他了？OK， 看下去就知道了。嗯，那个平常啊，刚刚他们两个一起到那个旅馆的时候，那个主人啊，那个旅馆的主人啊，啊，赶快跑出去接应他，嗯，然后经理啊，那个旅馆的经理啊，赶快排那个铺地毯给他做。啊，然后他的那个老板娘啊，就赶快拿那个什么啦，叫什么湿的毛巾呐、啊，还喷那点香水的，砰砰砰，嗯，香香的，这个不像不，然后就给他书啊、镜子什么的，意思说很尊重、很欢迎，给他非常舒服就对了 ，first class service， 啊。第一流的那种服务 ，OK。别的那个客人啊，别的客人让地方给他，让座位给他，有时候让好的房子给他，等等等等啊。还有那个，厨师在那个。啊，厨房里面呢、啊，会拿给他最好的那个菜，最好的菜等等，嗯。但是呢，现在，一直说他听那个老子讲话了以后，他好像比较谦卑了啊，所以人呢那些客人在那边呢跟他争位置啊，还有主人啊不出来接应他 啊，老板娘也不给他什么湿毛巾喷法国的香水啊等等，没有了，嗯，就这样子，他们没评论了，不过我们看看能不能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嗯，白的很白的东西怎么会变成好像有脏脏的呢，啊，有一点脏的呢，为什么？因为全部好。啊。啊？光线的东西。光线。光线。啊，哈哈。啊，有一点好像有阴影什么哈，有黑的地方哈。OK， 他意思说太白的时候，然后那个反光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人啊，别人看了好像有一点缺点，有一点黑的一种地方，有痕迹啊，就因为它太白的关系，嗯。